今天晚上我和原本就准备睡在这个铁桶里的，稍微有一点水，应该是雨水，没事儿。我的床往这一铺，然后等会儿在这边做饭，完美。先蒸米饭，朋友们。东西已经拿进来了，朋友们。然后米饭已经蒸上了，现在开始切菜，豆芽，还有腊肠，还有葱。这儿有一小坛水，我们把土豆洗一下。我那个瓶子里是矿泉水，用了浪费菜已经切好了，土豆、豆芽、腊肠、葱姜蒜，开始炒菜。腊肠、葱姜蒜、咖喱头。豆芽、咖喱头。放点十三香、鸡精。土豆、咖喱头、豆芽、土豆配腊肠，盖上锅盖。开饭了，朋友们。哇，这已经粘上了。给原本烧点热水。嗯，听话。土豆熟不熟？嗯，可以可以。土豆熟了，其他肯定都熟了。今天小拖挂连接自行车的那个地方出了点问题，把那个螺丝给磨损了，可能是拉的东西太重了。明天的话，我还是把我的东西都放到前面。后边想拖挂就只拉原本就行了。今天找到这个铁皮桶，还是挺幸运的，朋友们。既防狼又防熊，晚上还能看星星，完美。等会儿我吃完了，我们把床一铺，然后就睡觉了，好不好？嗯。你叫啥来吧？吃饱了是不是？
没啥东西啊，你在那叫啥的？等会儿啊，等会儿给你弄进来。我把这水看怎么弄一下。我和杨宝已经吃过饭了，朋友们没有听到快他叫，现在刚刚听到了吧？叫的还是很凶的，是不是？塞，啊，吓我一跳！这是个狐狸还是个啥？过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哇塞，这什么眼睛？过来，回来！我说元宝在那叫叫叫叫半天，知道叫唤了。嗯，好狗，好狗，好狗啊！先等一会儿啊，先窝里。别叫，是我。谁都叫。别叫，别叫。这个床铺在里面刚刚好，完美呀！把睡袋铺上就可以睡觉了，朋友们。原本已经躺睡袋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找到这个铁桶已经是很幸运了，是不是吧？既防风又防狼，晚上不用怕野生动物了，还可以看星星。哎呀，刚还有星星呢，现在没有了，不会要阴天吧？不管它了，先睡觉，明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躺在铁桶里是什么感觉的。晚安。明天见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睡觉。